间它从来不休息，张大眼睛在一旁等着看我这场好戏，可能感情有一点崎岖，可能梦想稍微抓不紧，我小姐精心出品，被精品一点的小发廊，有听到杨小姐林地的讲要处理掉罗平安先生的代志，伊嘛有将罗先生处处理于小发廊的相片摄来，被证明讲林家罗先生是有来往的。这小鬼真的是足大胆，竟然敢偷翕相片！早知我当初就应该给伊开除，伊就袂做出这种代志。小姐，不是啊，正要讲你。以后你要用人，一定要特别注意。我看你的员工，敢那拢会将我来洗碗挂呢。阿姐，你即马是咧怪我一个人？当初那不是因为你叫小茹去背黑锅，你即马哪会反背我？我即马出代志啊，你就算不算给我再来？是是是，拢是阿姐的不对，是阿姐吼，足含慢处理代志的，今日才会变成安尼啦。本来就是安尼啊。阿姐，当初你讲用小茹厝内底人甲伊威胁，伊就会乖乖听话。我即摆哪样呢？阁是有啥物人咧甲伊保护？你讲的真对，伊一定受到啥物人甲伊煽动，伊才会认为讲煽动伊的这个人一定有想啥物周全的对策，会用保护因家的人，所以才会安尼反背你。是讲无要紧，伊敬酒无要啉，要啉罚酒。我安尼甲恁创空，我一定会想办法对付伊。阿姐，你即马才对付伊，有啥物路用啦？若是警察相信伊，咱怎有可能互人掠去关呢？是搞一切拢袂好。刘小姐，即马嘛免伤过烦恼啦。一个案件吼，我真有信心，阁有变奇的机会啊。你敢有办法？是啊，我甲彭律师已经讨论过啊。假使讲警方过来找咱问，第一，咱先讲这个罗平安只是来小发廊推销的业务，所以伊在小发廊出出入入是真正常的代志。第二，咱先反问警方，这个小茹，伊是毋是有去予飞燕买手去？就参像是他家安排伊家己的亲生后生来甲咱陷害是同款的意思，所以伊若是要收买你的员工，是不是足简单的？所以咱只要讲小茹是予人买收的，迄个相片嘛是超过会去翕的，就是为着要甲咱陷害，安尼咱应该就无代志啊。嗯，这个小茹当初去翕遐个相片。应该是为着要保护伊家己，遐毋过，颠倒因为伊去翕遮个相片，予咱有机会用反驳，所以咱会用讲，伊是超过伊去翕遮个相片，为着要甲咱陷害。你想看卖哦，有倒一个助理无代无志，会甲一台翕相机拍伫个身躯个？就干那为着要去翕一个来推销美发产品的业务，有道理呢。这小茹当作家己外巧，去偷翕相片，结果
等到给咱一个反击的机会。所以讲你唔免烦恼，我甲彭律师会甲这件代志处理好势，保证你平安无代志。无聊无聊啦，啊，就想讲吼，剪彩一个替人做便当来嘿。啊，你来台北是要身体要调养的呢。哎呦，啊，搁安尼等到才无闲啦。没啦，母啊。哎呦，我就想讲吼，加减赚啦，还是甲志明斗三工啊，又袂遐忝啊啦，吼。哦，你吼，你对伊实在有够好的啦。来来来，我问你咧，啊，你会发觉讲有一天？志明的所有的记忆呐，拢转来。啊，你会感觉讲，伊唔是你的志明，唔是你迄个青梅竹马的志明，安尼你要安怎？你会阁对伊遐好无？无啊，志明就是志明，阮两个自细汉耍到大汉的，伊就是做迄款伊，啥物唔是志明，都是伊啊。你嘛爱有心理准备啦。你敢知影，万一伊若恢复记忆？伊会甲你当作无熟悉的人呢，啊！你安那面对足侪问题呢？比如讲，伊厝内的人，老爸老母，伊还当起友好人啊，也阁有伊的某。啊！那安尼，恁两个人的感情是要安那算啊？也阁有伊的囝呢。你爱有心理准备去做人的后母，你知无？好啦，母啊，你莫讲啊啦，啊你莫有白想无遐代志，拢莫讨论嘛。好啦，我去送便当啊。哎，你再等我啦，马上转来。凤娇啊，哎，凤娇啊，我来去生一个这么憨的查某囝啦，安尼倒撇。啊，刀片是要创啥货？爱面对现实啦！念念念念念念，拢无考虑我的心情。我嘛知影志明有可能是志明是别人啊，我讲要安怎？爱着就爱着啊嘛，敢讲叫我甲害转去？安尼我也唔甘呢。志明嘛真奇怪，啊去别人的婚礼都无代志，看到美玲的婚纱照了，安尼反应遐大，讲美玲是志明的某，无可能啦！啊，两个差遐侪岁呐，真正做毋着老少配，无可能，无可能！啊，林凤姐啊，莫家己吓惊家己，你较冷静好无？放轻松，无代志吼。你即马要做就是去送便当。我拄少枵的啦，只会当先啉水一支啊啦。便当来啊啦！哦，真好诶呢，便当总算来啊，好我拄少枵的啦。呜，来来啊，来来啊，来你等咧，紧紧，很少食。哇，看起来真好食呢。是哦。真能。哎呦，啊你是枵偌久啦？哎，我大概看你食我便当，我足有成就感的呢。哎呦，凤小姐，你哪安尼讲啊？人有一套账号，不用交钱嘛，连水都袂啉着，冻啊枵啊。嗯，啊，我有一个啉水。对啦，我看到便当，煞袂记家己创啥啦。紧张嘛，紧啦。诶，啊，我拄仔日来，敢若无看到美玲，伊搁在放假哦。啊，我听闻讲肺炎无代志啊，啊，伊敢还袂转来上班？美玲姐哦。嗯。啊，伊着有一挂私人的代志啦，所以着还袂转来啦。我嘛毋知影啥物时阵才会愿意转来啊。私人的代志哦，
讲真严重。这代志就真复杂啦，我无好便讲啦。哦，好啦，无要紧啦，唔卖白你啦，我另间再来找伊啦。啊，你待到家哈，我先来去。芳姐，再见。詹詹啊，借问一下哦，啊，你跟美玲认识多久啊？哦，我为秀芳到今嘛，差不多两冬啊哦。两冬哦，啊，你应该无够久。无够久？什么意思啊？啊，你问我这是要创啥？无啦，落五眼啦，看到美玲迄结婚相，我感觉伊足面熟，暗过想袂起来哦，问伊是带倒熟识啊。我就想讲啊，来问看恁看卖，有偏偏因两个人有够无闲，我安怎拄拢拄袂着呢？敢那是真的呢？美英姐伫的时阵吼，恁翁就袂当来。啊，结果恁翁会当来的时阵吼，美英姐煞阁无伫的。嘿啊，所以我就想讲啊，无得甲美玲身躯边的好朋友看见我嘛无一定。啊，不过顶下我来，你也无熟悉伊啊，所以应该无可。啊，是因两个是阁较早以前去拄着。这么简单，那恁就找一个实在名字搁较贵的人啊。有这个人吗？当然嘛有，阮店内哦，就一位实在名字，至少有六七年啊。哦，安尼我会使记伊无？当然嘛好啊。他是讲哦，你若有带相片来，会记较好哦。有，我有带相片。印象哈，是毋是迄个美玲的朋友也是人客？无呢，我感觉美玲，美玲敢若无这款的朋友嘞。应该无见唔着吼。不会啦，当阮做美容业哦，若服务过一摆人客，我拢袂记的。啊，不过这个，我真近无印象。安尼哦，应该是阮翁记唔对啦，无得搞，因公婆了无熟悉。啊对对对，有可能是唔对。谢谢。对啦，应该是无拄过啦。他叔公若真正遐要紧，那安尼吼，就爱问问伊一本人，才会知影哦。嗯。啊，这个我爱你。对啊，就好食啦。今仔做啥物好料嘞？就做好食嘞。好啦。哇，就好食。啊，我帮你上照看。你看你的体格到底是嘛偌肥啊？我帮你照看看呀，当好食。解梦药，拢是伫咧十二点半迄阵哦。啊，即阵哦，拢有当困到两点外。我想哦，伊慢哦，伊就是袂阁起来。啊，那才像恁讲的安尼，伊的情形是毋是好足济啊？迄心情上的问题哦，凶真歹讲啦。啊，那安尼是过偌久啊？迄医生毋是有讲，毕竟哦，伊家己啊，迄药啊停起来，拢无吃。迄治疗过程哦，条腰较长的，迄凶真歹讲。唉，恁这做医生的，就是安尼啦，讲话含含糊糊，有讲敢若无讲。这款代志哦，本来就袂用得着急。搁再讲啦，毕竟哦，即马伫厝内安尼画迄设计图，这嘛算好代志。咱两个人哦，袂当搁予伊压力啦。哎，是啥物人咧予压力啊？我为着照顾伊哦，照顾好我家己，想要破病啦。迄阿母逐天定伊食药啊，我逐天去陪伊睏，然后呢，一两点钟搁爱爬起来一撮，看伊睏了有好势无？嘿，我就忝的呢。咱两个人哦，就这一个查某囝，不管是安怎忝，拢哦爱甲照顾好。啊，自从搬到倒来厝里住了后，啊，我全部五时都爱听阿母细细念一个啦，我搁睏了无好势一个啦。面筋无破病哦，我强要破病啊啦！哎，我即马是先生娘呢，照你讲哦，我应该是爱住伫你栋水水金闪闪的大楼厝内底，逐天都爱予管理员甲问讲，
钟太太，你倒回来哦。哎呦，最近哦，咱隔壁开一间新开的美容院，一间咖啡店。你三不五时下晡爱去做一下面，爱去用抓一下脸，做一下 SPA。安尼唔才对。我倒回来吼，我即马是倒回来看迄一间龙阿来啦。啊，我迄间水水的厝，大年我借的时间，男朋友去住，真正是莫名其妙呢。够衰啦。好啦好啦，无安尼啦，以后半暝的时阵哦，我起来好不好？你若想要困哦，就做你困啊。咱即马吼，若有时间哦，就要加伫美金的生活边哦，陪伊，让伊的生活哦有一个目标。伊若有信心吼，伊就较紧哦，慢慢啊行出来啦。哎，迄是一定爱的啊。啊，无美金即摆才二十外岁尔，你要叫伊一世人全安尼乌有去哦？好啦，我嘛知影讲哦，这段时间你辛苦啊啦。无安尼啊，明仔等下美金去病院看病看了后，咱做伙来去中华东路吃你想要吃的餐厅，好不好？好啊！哎，我搁要下午茶，然后吼，我搁要去逛百货公司。好啦，好啦。看你哦，是要是买你有啥物介意迄包包的衫哦，在你买好无？啊，安怎答？你实在是足了解我的啦。朋友，虽然哦，我等你二十几年，你才倒转来听我甲美金，啊，毋过哦，你最近的生意啊，我拢感受着。我希望哦，你一直一直，永永远远这么听。同款的问题，到底是要问我几摆哈？恁这地无我的，拢无其他人来办啊吗？归去啦，都给我抓去关就好啊，大家心内拢爽快，拢无人要相信我囡仔死，我嘛足艰苦，我是囡仔的老爸呢。佮找我去问新的代志啊！凡事佮过无偌久，我就伫咧看守所。是哦。阮家律师讲，照这个状况来看，判刑嘛是早晚的代志。你关偌久？这款过失致死罪，上无嘛要关七八个月。我本来是爱你死，来保阮后世的命。即摆敢若予你关七八个月，才是予你趁着。你是毋是到即摆，搁认为是我害死新蕾啊？敢毋是？你啉甲醉茫茫转来，啊，看一个新蕾了后，新蕾就无去啊。原来哦，你找我讲，就是要推卸责任，这只头壳破空，再继续甲伊讲。等一下，我即摆已经毋是恁某啊，放开！看在咱阿母一场，我最后搁甲伊提醒一摆。等下你娶别个某，生囝了后，千万唔通搁拎个醉汉回来，家己做啥拢唔知影。然后第二天醒起来，囡仔都无啊。阿你唔管你生几个囡仔，拢无够你母。我家己做啥物，我也唔知。哪里我问你咧？敢有人亲目睭看到我甲新的害死？是你吗？啊是阿母？啊是周瑜，敢有？大家拢当作是我，啊，不过我一点仔印象拢无。迄是因为你做甲害死人拢唔知影。每一个人拢当作是安尼，连我家己嘛当作是安尼。啊，不过最近我有检查官入去问，
伊问一摆，我就想一摆，愈想愈唔对。是啊，虽然我人甲醉茫茫，啊，不过我知影我回去厝，我有看新的。我阁会记哩，我入去房间，新的阁咧睏，甚至我阁乌白讲话，讲煞我就离开啊。彼暗的代志，我拢想到差不多啊。都干那害死新的这个动作，我安怎想拢想袂起来。你讲，敢有可能这样拄好？我上介意新的身躯顶迄个烟仔味啊。假使讲我真正有抱，我一定会记。不过我真正一点仔印象拢无啊。我干那知影，我去甲看，然后我就倒去房间睏啊。起码讲这嘛无效啊，新的已经无去。我甲你讲遮个，毋是要为着要推卸责任。你要信无爱信，随在你。我郑群义虽然生活活阁乱七八糟，毋过我无糊涂到把家己囝害死吧。安尼信的是安怎会死？那就是讲干那你痛苦尔。我嘛过了无偌好。我昨昏才去看精神科。精神科，啊，你是安那？讲起来嘛真见笑。我半暝爬起来梦游，走去客厅扯囡仔衫，搁甲美玲的新娘衫夹一空。医生讲，我这号做创伤压力症候群。啊，迄是啥物病啊？简单讲，就是心里死去啊。我伤痛苦，啊，不过我讲袂出来，直直藏伫个心肝内，都化病啊。那安尼，食药啊，敢会好？我嘛唔知影。不过日子总是爱过啊。恁阿爸一定甲你找上好的医生啦，一定好起来啦。阿妈逐工拢在订我食药啊。啊，其实吃迄个药啊，嘛是让我暂时袂乌白乱想尔。啊，这敢是治疗，啊是暂时控制，敢会好，这我拢唔知影。你这种人哦，哪有可能个代志放在心内？这么小皮，一点啊疼都哀白叫母啊，佮把痛苦藏在心肝内，藏到破病。一点仔都无亲像我熟悉林美金，我嘛唔知影是安怎会变到安尼，煞煞去啊！伊伫有生、结婚、生囝、囝死去，佮离婚，遮个代志嘛，毋是我一年前想会着的，拄着就拄着啊，佮会当安怎？唉，想想的，咱一年前。在路边吃三杯鸡，啉一挂啤酒，都欢喜到要死啊！迄个林美金已经死啊啦！即摆有当时我看我家己，我感觉强要袂离开我家己啊！这应该是咱离婚了后第一摆会当好好坐落来开讲。阮阿爸讲，时间会当带走一切，会当减轻痛苦。即摆想想咧，我感觉嘛无遐尼生气啊。起来吗？这石头吼，还阁海硬哦，伫我梦内底，迄距离内底敢若相共相共。哦。但是奇怪，差啥物啊？啊，我听这海硬的声音哦，安尼一直拍，一直拍，敢若有一挂画面哦，敢向拍出来，但是阁差一点点嘛咧。我差一点点嘛，
啊，我知影啦，应该是今仔日这海印哦无够大啦，迄那会使哦，搁较大一个，会拍咧石头下印会使搁较大一个，应该就是想起什么啊？啊，海印啊海印，你哪会无爱拍较大个呢？哈、啊？若拍较大个哦，我就会使想起什么？来啦来啦，拜托你啦！拍较大个啦，拍较大粒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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个啦！安尼用个袂？有想起来无？你创啥啦？啊！你拄仔毋是讲拍较大粒个啦？我是讲海印，不是你的手啦。啊，我本来吼，敢那有啥物画面，你拍一下哦，魂飞魄散，迄画面拢走去啊啦。啊，是嘞啦。啊，啥物画面啊？想看卖嘛，是毋是以前咱在学堂佚佗的画面，还是你家拍出来的画面，有无？有。哼。有迄款尴尬，但是无画面嘞。奇怪，哪拢想袂起来？无要紧啊，你哦，距离放几啊久哦，形容习惯嘛，写一寡时间嘛，无安尼啦，咱来去找一个所在坐坐，啊，看一个海印哦，啊哦，先到来，得野餐，野餐，啊，我来这就不是来野餐的啊，好啦，我来野餐好啊。我拢传你爱食的哦，你看，你爱食饭团，哦，你爱食凉拌四季豆，哦，还佮有甜点，你上爱马来糕，哦，啊，那脆大咯，够少，乌龙仔，哦，上爱要食完了，才叫你送来这个手巾仔嘞，给你夹嘴吼，笑生气，阿娇啊，嗯。咱今日讲好吼，来只存基地个啊！哎，准备遐尼青草，是来送我个哦。呸呸呸！乱讲话！啊，搁有啊！这条手帕我送你，你拢唔感恩，今仔搁特别甲扎出来啊！哎呀，就今要来野餐啦，你送我个，我真正哦，真唔感恩个你，真水个。啊！啊！啊！无要紧啦，我替你叫啦，来来，好像无咱水内底，进来。你较细脸呢？志明，莫去啦，我感觉淡薄危险啦，准备煞好啦。无代志啦，你看，我连开啦。较细脸，较细脸啦。你看，我来了。嗯。啊！啊，志明。拢在笑啦，我有练过啦。志明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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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你在对志明，志明你对啦，志明你无应声，你无出声，志明，志明。你叫我徛住啦！
我唔知你爱食啥，我下你口味。这是你弟我准备的便当呀。哎呦，大人大正啊，无人甲你抢，你食这么紧是要创啥啦？我答应要嫁乎你的时阵，我就决定要甲你互相守护一世人，做你的好牵手，洗你的囡仔，咱一家伙啊，快快乐乐过日子。美玲，你放心，我一定会好好照顾你一世人。不管你最后做什么决定，我拢会支持你。我以前确实有做一挂无应该做的代志，不过你放心，我今嘛可能是要甲你好好过生活。是安那？发生什么代志？你阿在哭？是到底发生什么代志啦？你是不是？陈翠怡，以前的代志，我拢想起来啊。陈祖义，你以前讲了无唔对，我真正唔是叫朱志明，我的名叫做高台胜。我以前在海关上班的啦，我有一个真疼惜我的妈妈，啊，搁有我有一个台大下的小弟，而且。我已经结过婚啊！我以前的某的名叫做林美玲。美玲哦，洪娇，这人你敢捌哩？就真正安尼啊，拄好。美玲哦，是我带台北新交一个朋友啦，伊带法郎上班。我头一摆予伊洗头了后，就感觉哦，佮伊足投缘的，所以每天来台北哦，拢会去找伊。我大概拢想讲啊，来介绍志明佮伊熟识。哼，唔知虾米人在创治哦，因若是无法度见面，即摆想起来哦，应该是有人要甲我讲哦，讲伊两个人袂使见面。无啦，袂用安尼想啦。本来就爱见面啦，安尼哦，见面的距离哦，才有法度恢复啦。我其实就是负责甲因两个人牵线的嘛。哼，其实恁本来就是翁仔某啊。孽缘啦，真正是孽缘啦。
啊，台北市三卡埔一间电头门店，啊，你着偏偏啊甲装对迄间去，啊，搁爱叫伊甲你洗头，啊，搁爱牵伊做好朋友，这是啥物缘啊？母啊，我搁去参加伊的婚礼。一张落伊的贴啊！啊，这个就是美玲哦。志明，伊当初看到这张相片，我感觉怪怪。我就是讲，是毋是甲美玲啊有啥物关系？想袂到，想袂到红阿婆。这真注意啊！是安尼啦，阿美玲哦，是迄过去迄高，迄是高台生的某啦。阿美玲即马嘛结婚啦，啊所以，唔对哦，阿志明，你甲美玲结过婚，啊有办离婚无？不伊即摆阁含即个结婚，安尼若伫法律上讲起来，这段婚姻无可能成立啦。是啦，其实这件代志吼，我嘛捌想过啦，要毋过因为吼失去记忆以后，这段时间到底发生啥物代志，我嘛毋知影，所以我咧想去找美玲啦。啊，甲问一下吼，到底是发生什么代志？迄是我即马想要知影的。吼，我即马嘛真需要了解一下。啊，即马你已经知影你家己唔是真正的朱志玲啊。啊，我叫你拍算要安怎？唉，自从阮伫大海甲你救起来了后吼，你嘛是一直用朱志玲这个名的生活方式。甚至洪娇啊，嘛一直将你当作伊青梅竹马的好朋友。顺理成章呢，恁两个实在是应该爱做伙。但是，你敢会让我相信讲，你是真心地爱阮洪娇啊？谁会知影？郑祖仪，讲实在，我确实以前发生的代志，我一直拢想袂起来。要唔讲我知影，我含你咧二弟做伙生活，日子过了真好。我对阿娇爱，无可能因为我想起来我是高台生就改变啊。其实讲正经的，我家己嘛无愿意落海，失去记忆。也毋过，代志已经发生啊，我互恁救起来。我想这嘛是天公要安排，我和阿娇见面，这嘛算一种缘分啊。无毋对，我即马哦，真正是想要去找美玲。但是我只是想要甲问好清楚，这几年到底发生什么代志，哪会变作安尼？但一切的代志我拢知影以后，你放心啦，阿娇啊，不管安怎吼，我一定会倒来你的身躯边啊。郑祖仪，就请你爱相信我，好无啦？我相信你，我跟你做伙面对。
顶上你好。你好。哎呦，拍手！我知影迄啰美玲最近哦放长假，啊，想要问你，你敢有伊的联络方式啊？嗯，你是啥？我凤娇啦，大概替恁上面都迄个林凤娇啦嘿。哦，凤娇哦，啊，你要找美玲哦？啊，是讲奇怪呢，你最近哪会常来问美玲讲有伫啊无伫？就找伊有足重要的代志啊。爱当面甲讲啦嘿，什么代志？你等下。歹势，你好，我叫志明啦。今麦外人讲话啊？啊，我吼是住迄个。凤娇的男朋友啦，啊，我其实吼，是我想要去找美玲啦，啊，因为吼，我和美玲是老朋友，啊，所以吼，我有一挂话是要当面甲伊讲一下，唔知敢有方便啦？啥？你是美玲的老朋友啊？其实我是美玲伊以前的翁啦。美玲的情人，美玲，我是会记得讲伊伫嫁人的时阵哦，有结婚过啦。啊，因迄个翁当做姓啥物哥，啥物碗哥，我嘛不太记得。高台生。啊，对，高台生啦。哎，你嘛是咧甲我装笑的哦？高台生已经死啊，你知毋知？美玲嘛搁结婚啊？我知影，但是我就是高台生，所以我有代志，想要甲伊讲。你要安怎证明讲你是高台生？美玲这个人真善良，对啥物人拢足好诶，不管是甲创治诶人，还是对伊无好诶人，伊拢会足暖心。真善良对待伊，阿哥有。因老母林丽云，常常拢会对伊做一挂无好的代志。以前，佫险啊，让因母啊娶伊袂掉。哎，伊佫一个小妹啦，叫林美金，常常拢会佮欺负。阿哥有，美玲有一个真疼惜伊的阿嬷，叫韩夏。只阿妈佫甲美玲讲，你伫外口拄到无好的代志时阵，无要紧，转来厝的，阿妈摕一支棒棒糖予你。这就叫做先苦后甘。喂，你有咧听无？我安尼讲，你了解袂？我甲你讲哦。你若是骗我，你就再死！请你来。沈小姐，你先来找伊。乔王姐，啊，你要过啊，咱无打电话过来啦。这是安怎？啊，是不是顶上搁出什么代志啊？不是啦，我有带你的朋友要来找你。小等下，你若看到伊的时阵，千万唔通激动，爱较冷静的。冷静。美玲。
海生，想袂到你阁活诶！你给我手链啊，我阁一直藏伫咧身躯边。也毋过吼，我会记诶，迄手链啊，应该甲我做伙落去台下内底啊啦。迄当阵你来找我，咱会讲袂起林佳美，我叫你等我，想袂到，我就无阁转来啊。我伫咧海边，找到手链啊，阁有你身份证，阁找到一个甲你八款，血型嘛同款，身躯阁挂一个平安符的遗体。所以，阮就叫是讲是你。而且，迄个时阵，医生阁有开死亡证明，大家才会相信你已经离开啊。死亡证明。所以，这个世间已经无高台生这个人啊。啊，我即摆是啥？我是啥物人啊？台生，政府的资料是会当申请更改的。重点是你阁活伫这个世间。假使国庆甲国外阿母知影，伊一定足欢喜的。美玲啊，对啊，你敢知影阮即马我阿母住伫底啊？伊即马身体有好无啊？啊，阁有国庆即马安怎？伊有搁较悬无啊？啊，对对对，国庆敢有结婚啊？还是因结婚啊？你敢知影啊？桂花阿母伫你失踪这几年，因为思过思念你，身体袂卡咧就离开啊。国庆大学毕业了后，嘛去美国做工课啊。你讲阮母啊？你讲阮母已经离开啊？哪安尼？是安怎安尼？妈已经离开啊？台生。你别这么艰苦啦！妈，我真正就不好的啊！我还会记得哦。阮母啊，以前哦，我常常带我来咱做阿姨厝的啦。伊当阵做阿姨吼，对阮家嘛真正足照顾的。台生，是的啦，其实你走无外久，阿母一直认为是我害你的。所以，妈，我离开国家，我还是有每个月拢有寄钱回去。啊，不过无外久，我着离开家人，搬来台北。这件代志，外婆出面斗三工，让阿母对你的过心心情有放较开啦。多谢周阿姨啦。啊，对啊。先让我一家来，无看到周阿姨啊，阿姨是毋是拄好出去啊？伊已经离开啊。真正想袂到，我失去记忆，这个时间内底，遮侪人拢离开啊。美玲啊，
你甲志成，台生失恋啦？无啦，你莫安尼讲啦。我安尼问，我无啥物意思哦。我只是讲，对啦，安尼对啦，志成甲你照顾啦。迄当阵哦，恁大概想讲我死去的时阵，你阁真少年的啦，我嘛无好意思吼，互你替我守寡吼一世人啦。我若迄当阵真正死去吼，啊知影你吼无人照顾，我嘛会烦恼呢。我一定会托梦吼，甲你讲啊，啊你紧找一个人甲你照顾啦，嘿我无要紧啦。你嘛是甲较早同我爱讲双笑。对啦，我有听凤娇讲，你即马伫咧飞燕做工课哦。是啦，我即马吼，就伫恁翁。我即马伫咧志成家上班啦，啊，我有吼甲伊见过面，也毋过伊当阵我失去记忆，所以甲伊见面。我无想起来啦，美玲啊，其实即马想想的，对啦，本来就是应该安尼啦。你以前哦，跋落海内底吼，嘛是志成去甲你救的啦。啊，你毕业典礼的时阵吼。志成啊，搁摕相机嘛，去帮你和美金啊，啊对对对，搁寒假阿妈啦，啊搁我知啦，帮阮做伙咧翕相嘛。所以吼、哦，其实你和伊吼，才是天公伯安排注定的一对啦。我和你吼、哦。这是缘，无分啦。台生，你莫安尼讲啦。当初若不是因为你愿意选择我，佮阮家斗相共。弄遮久啊，莫牵心我头啦，无代志啦。即马哦。咱两个安尼搁见面吼，也互相知影，身躯边拢有人甲咱照顾，安尼哦，就得安心啊啦。啊，对啦，韩小阿妈，即摆有好无啊？啊，伊身体有好无啊？我吼，嘛就是要去甲看的啦。好啊。啊！你甲凤娇若是有缘，就做伙过来啦。多谢。莫搁哭啦，笑笑的啦。Thank you.
照顾家己。歹势，今仔日甲恁聊聊。我即马是应该该叫你泰森啦。唔免啦，阿娇，你吼叫我泰森吼，我听了嘛没关系啦。我看你对美玲道出来吼，有一句话拢无讲。你会记无？你以前吼，常常甲我讲声笑，讲我是向迄个海龙王吼。掠去大海内底做客，尾仔才放转来啊！我感觉这个故事讲了讲了真对呢。伫这段期间吼，阮母阿嘛离开啊，阮小弟即马住伫外国，美玲嘛嫁别人啊，所以高台生一切。拢改变啦，泰森，无安尼啦，咱坐一天哦，去甲你阿母念香啊。安尼若想弟弟哦，咱会使欠钱啊，飞出国去找伊啊。阿哥有啊，我会好好甲你照顾。到泰森还阁活的，你的人生还袂结束，你放心啦。我会陪你做伙行落去，好不好？多谢啦。其实想想的哦，高台生已经无伫咧这个世间上啦，安尼嘛好啦。其实哦，我有代志，无含你含曾祖义，坦白讲清楚啦。哼，你真济啦！什么意思？我以前哦，在家人海关上班啦。我做海关迄当阵哦，风气较无好啦，所以我有做一挂较无好的代志啦。是人讲的贿赂，尾仔阮伊组去抓到，你阁走投无路，我毋是爱去坐监，就是转做污点证人啦。即马想想，高台生这个人无伫这个世间上嘛是好的啦，若是即马阁伫咧，一定嘛是凄惨落败。原来你以前是遐尼歹人哦。无啦，迄无算歹啦，迄算歹是抬人放火呢。我这是算有一点不守法。我嘛是歹啊。反正哦，我决定了啦，我好好做你的朱志明，好好甲你生活。等你的病较好吼，我看我和你。
韩珍主任吼，咱同款，等去学地生活，我感觉遐吼，生活较单纯啦。哎，你搞安怎啊？你那边搁怪怪，我唔是讲我要做朱志明啊？其实我就烦咯，你比我高台生了，上阿妹嘛是离开我。虽然你讲袂，不过我嘛是想讲，我得甲你甲美玲见面了，你就会改变心意。我唔是迄款人啊！啊，不过佮安怎讲，你嘛是另外一个人啊。其实这几天哦，我想足多。虽然你唔是志明哦，啊，不过你嘛陪伴我六冬的时间。原来我以前爱迄志明，真正走啊。阿哥，就多谢你这六年的陪伴，我才有勇气一路对抗病魔，坚持到今嘛。虽然啊，大家公司就许往事是假的，不过我对你的情意是真的，所以不管你是什么人。你要做什么代志，我决定啊，我拢会陪你做去完成。只要你愿意，我跟你做伙。你安尼哦，一直哭，一直讲遐。你是不是因为吼，我们是朱志明，你今麦讲这是要跟我分手啊？哎呦！你犯规啦！什么犯规？反正是得分呢，好啊，无裁判啊，啊，郑主任也无在家啦。好啦，卖搁哭啊啦。啊好啊，你搁要哭哟，安尼搁要来犯规啊哦。没啦。今麦想想的哦，不过我感觉哦，人真正足奇怪，失去记忆以后，佫想起以前的代志，真正过的人是会改变的。什么意思啊？以前阮某美玲哦，伊的身材，今麦佮你做伙，你。哎呦，这什么意思啊？你真正来提供救大你啊？我要等你讲母啊，倒怪你犯规。不，我唔是这个意思啦，我是讲吼，人真正是会改变的啊。你看，以前哦，我咧海关上班呐，收黑钱呐，搁较侪黑钱，我感觉无够。啊，即卖哦，很厉。很专注于做个生活，我感觉安尼就足满足个啊，所以人吼真正是会改变的啦。嗯，做通菜。做通菜。你吼爱甲个手哦，牵条条哦。伊怎啊拢无牵足安尼？我若半路放手哦，你嘛有知影？好啦，知啦，牵只只只绵手啊！阿娇啊，阿咱哦已经来嫁人啊，你敢会当陪我去我真大个所在看卖啊？嗯。
雄，今天呢，咱两个去一间餐厅，真正灯光呢，气氛佳呢，也比咱两个，对嘛，你浓我浓，你一口我一口，真甜蜜，真幸福。哎呦喂呀，气氛佳好吼，来，继续，我甲你炒。哎呦，当然呢，你破坏了到底是啥物人有才调要继续？是讲姐啊，那嘛拜托你吼，较收敛一下，莫是日甲暗哦，带查甫伫阮家安尼出出入入，阮家就毋是好体面个。毋知啥物人讲因家吼拢空空啦，随时欢迎人来住啦。好啦，人甲你讲算笑安尼啊，你当作真诶。娘子啊，歹势咧。对啦，赶紧哦去整理一下，等下我要等恁领假。哦，稍等嘛着，我有代志要甲你讲哈，若无讲，难免袂记啦。你是啥物代志遮重要？你记忆足歹个啊！都迄300万个投资，你袂记得伊呐？都明仔载宏源吼，要开迄个大会啦，到时阵你两个参加呢？对哦。你无讲哦，阮两个人真正袂记啊。对啦，阮最近哦，拢一直咧照顾美金啦，真正个即件代志全放袂记呢，好加西你甲阮提醒，若无阮300万都了去。袂了去啦，你放心啦，你的投资哦，甲内存哦，有我甲你顾了了啦。只是即届庆祝大会哦，有机会当实在真侪有头有面的人，若是无去哦，较歹算啦。你放心啦，我甲内存两个人哦，一定会去的。好啦，无恁先讲者，我去房间整理物件。我咧讲哦，即摆去参加大会哦，一定有足侪名媛贵妇的啦。咱真正是吼，输人唔输阵，咱个甲上水的衫，佮上澎湃气派的一挂珠宝拢戴伫身躯的，予规场人哦，一看就看到咱两个金光闪闪滚。小姐，咱是去交朋友呢，毋是去输赢呢。即摆去参加这个大会哦，重点就是吼，讲话爱有气质，爱有水准。我像咧平常时讲话同款，那假文，讲假啊，吵死！啊，你来讲我安尼啦，我敢有？文瑶，你看啊，你看我讲那有新家母哦，我一定有新家母，我一讲我一定讲我，讲你哦，好，到遮就好，你滚算笑的啦，实在是。是讲，最近你拢等于林家，你今麦情形安怎？有严重无？都有食药就较好，若无食药啊，就佫较歹。顶阵啊，美玲要结婚哦，发现讲伊个新娘房啊啥破一空呢。原来就是即个美金哦，甲药啊停起无食药啊，所以梦游伊佫发作，甲美玲的婚纱打破一空呢。这尼啊严重？美金就讲啦，食个药啊副作用哦，非常哦真袂爽快。不过你若是无食，伊个病哦佫会压起来。我看伊安尼哦，我实在是足唔甘的啦。唔甘是要安怎啦？唔甘嘛是爱食药啊。食药敢真正好啊？即马上好的方式哦，就是甲伊迄注意力哦，甲分散啦。安尼哦，唔免食药啊，就好起来。这是上紧嘛上自然的方法啦。卡孙若真正食药会好吼，安尼我就放心啊。若无，我感觉足心虚的。有罪恶感。好，是啊，那你有什么罪恶感呐？对啊，毕竟安尼，就不是厉害的。就因为。那你有什么罪恶感呐？对啊，毕竟安尼，就不是厉害的。就因为毕竟嘛，自细我看伊大汉啦，即嘛人破病，我即嘛搁咧无闲谈恋爱，无我都甲顾，所以感觉心虚，所以有罪恶感呐。哎呦！是啊，应该有
有最恶感的人是郑勋义啦！我咧告我迄个死人，莫让恁做妈拄着，那让恁做妈拄着，我一定拍到做告白啦！我一定哦，要拍到伊哦，讲我美金得到迄些共我什么什么挖工镜头，我要有感受一下，我美金即马到底偌痛苦啊！这死囡仔哦，不是我讲，我一定要死的啦！我真正是。好啊，莫遐激动，好不好？你讲几啊遍啊？好啊。金诶，啊，都食哈济包啊，啊，腰骨咧感觉苦。啊，这药啊，就是遮尔苦，遮尔歹食啊，啊，毋是讲加食几摆就会惯死。啊，无阿嬷来房间摕棒棒糖互你食，好不？吼，安尼吼就袂苦啊。米金啊，阿母啊，阮拄仔转来咯吼，拄仔看到迄个甜汤啦。好，我想着吼，家人咱上爱食迄档，所以讲我着要等下食看滋味有同款无？来，真好呢！我拄食药啊，我即摆规个嘴哦拢足苦的。阿妈，安尼吼，咱食只清汤就好啊，莫食棒棒糖啊。哦，好啊，啊我嘛来试看卖吼。美金啊，阿爸哦，看你最近哦，拢有遮个时间去食药啊，想讲哦，甲你鼓励起来。看你哦，有想要买啥无？买衫衣买啥？阿爸甲阿母哦，两个人陪你去踅街，好无？唔爱啦，我最近还佫有淡薄爱困爱困，我无想要出门。安尼哦，嘛无要紧啦。若是你想要去踅时阵哦，你要甲阿爸讲吼。啊对啦，恁舅爷哦，足关心你个呢。我拄好等你厝提衫时阵哦，伊还佮你问讲哦，你个病情有较好无？伊讲即阵啊吼，伊拢无闲咧谈恋爱。阿母甲你关心，所以有淡薄罪恶感。阿母甲你讲，你哦找一个时间，唔免客气，带带我去甲卡一下给伊。阿母啊，你真正本事唔改呢，连你家己的好姊妹，你要甲卡油哦。啥物叫做卡油啊？哈，你是伊自细汉看大的，阿姨疼孙，这是理所当然的代志。搁再讲啊，伊即摆有咧到处趁钱呢。离婚啦。嘿哦，小米啊吼，伊的话吼袂听进，干那出迄支嘴啦，啥物咧罪恶感？嘿，咱美金安尼吼破病遐久啊，伊敢有甲咱探一个头？免讲是转来甲我看啦，连一通哦关心的电话我嘛无接到。哎呀，哎，就讲吼，自从新丽死了后，厝内面的气氛无啥好啦。所以讲，伊毋知无啥爱住喺厝诶，毋知搬去甲我住。莫怪哦，迄美玲结婚讲拢遮硬诶，伊搁欠着伊讲要去约会啦。哦，伊诶约会毋知真诶假，谁知啦？我也无看伊咧敲到半通电话啦。无你讲哦，伊是无想要住喺厝，故意要找借口。我是看袂出来哦，迄桌份气氛无好。至少咱几个伙仔哦，拢伫遮，啊美玲哦，嘛真拍袂去嫁互伊家己身边。对啊。我著感觉咱气氛足好个啊！啊，我知啦，迄一定是伊家己用迄啥物更年期咧发作，所以你无感觉伊规箍人安尼怪怪吗？啊，对哦。安尼啊话，安尼我看看，我嘛是爱小可预防一下哦。无啥物咧更年期，也是讲啥物气氛无好啦，迄哦，拢嘛是迄小米啊个借口啦，啊，啊咱哦。迄新丽啊，啊死去哦，甲伊也无关系，啊伊嘛是安尼大惊小怪安尼。我家己做啥物，我也毋知。那安尼我问你，敢有人亲目睭看到我甲新丽害死？是你吗？啊是阿母？啊是周姨？敢有？迄样，虽然我淋到水茫茫，啊毋过我知影我回去厝，我有看新丽。我阁会记哩，我入去房间，新丽阁咧睏，甚至我阁乌白讲话，讲煞我就离开啊。迄暗的代志，我拢想得差不多啊。都干那害死新丽这个动作，我安怎想拢想袂起来。你讲，敢有可能这么拄好？
我上喜欢新的身躯顶迄个印仔味啦。假使讲我真正有抱，我一定会记。不过我真正一点仔印象拢无啊。我敢若知影我去甲看，然后我就回去房间睏啊。周怡啊，你人生会这么急要创啥？无啦，头早前伊回来看要看囡仔，就想讲伊啉啊安尼醉茫茫，身躯拢酒味，我伫闻看卖，就身躯洗好啊，就安尼。无同款，无同款吼，对啦，台北这间有较甜啦，你若是讲爱食家人迄间，阿母恁敢有时间才带你来食？好，阿母，若是讲这件代志，两个人的讲法完全无同款，这是代表什么意思啊？哎呦，迄个就讲问，迄个代表讲有一人咧讲白贼啦，若讲白贼哦，恁阿爸上牛。我是讲啥？是搞我什么代志啊？你本来就是啊，你较早少年时阵，你上。阿妈、阿爸、阿母，我忝啊，我先倒去房间休困啦。可能是迄药效咧发作啊，爱困啊，好困好困，咱吃咱吃。哎，你拄则讲的是讲啥？恁啊，大家拢介意着迄个米其林头先讲我的代志哦。我讲对，迄唔对啦，你较早本来就是安尼嘛。迄代志我过。好啊，太近莫去讲啊，紧吃。以后莫安尼个好处，该过去代志。我唔知啦，迄当阵周瑜嘛伫咧啊，伊伫现场啊。我唔知，我咧食宵夜。啊！新内衫伫啥？是啥物新内衫在你遐？害我啦！敢会讲新内死？你嘛有一份？你是要白讲啥啦？我若有可能抬起新内，你何白讲？周瑜，你嘛在场啊？真正甲你有关系？你是咧后面讲啥啦？我会紧张是因为，伊到暗时我有在场啊，啊，着等于吼是我亲目睭看到新的无去啊，所以伫我心肝内，我无法度接受这个事实啦。免，今仔日吼喜酒无食着，我巴肚枵到要死呢。啊，头拄我回来时阵哦，啊有甲贫富约好要食宵夜，啊所以哦，我先来啊，拜拜。拜拜。小美啊，真正亲像我想的安尼，根本不是群演唔对，还是心里是周怡。若是真正是周怡，伊唔来害死心里，佮讲白贼骗所有的人，利用群演迄个时阵啉烧酒醉的情形，害我叫是讲群演是凶手。周怡害死我的心里，佮害我佮群演离婚。心事出意外，即马上重要的是爱找到证据。春夏过秋冬，幸福袂淡。吃饭啦！好。哈侪菜啊！吃饭。妈，谢谢啦。不要紧。
陈秋怡，多谢，辛苦啊。讲的什么话？真正啦，今天你是安怎？你是嫌我的手艺今麦较歹哦？无啦，陈秋怡，你煮的菜哦，同好吃。我真正最爱吃。讲你遐个废话，啊！你今天去家人是安怎？有撞到什么人？还是遇到什么代志？还是发生什么代志？讲来听看卖咧。无啊！你遐歹要从啥啦？你即摆是警察大人，还是检察官？伊也毋是歹人啊。啊，歹人！哼，歹人就爱看伊安怎回答啦。陈主任，其实我从家人回来以后，我的心情很复杂的，我真的不知道要怎么说，从哪里开始说。你心情很复杂，啊，我呢，跟方娇呢，我心情也跟我很复杂呢。唉，你是要怎么打算？我今日去家人，甲美玲见面，我才知影，同疼惜我的老母，已经过身去啊！我这个做后生的，是要见伊同母一面，送伊一个，已经无可能。我的小弟，即摆住咧外国，我这个做阿兄的，就是要知影我家己的小弟即摆过了有好无？要讲我唔知影要安怎甲联络，我家己以前的某，即摆已经嫁予别人啊，我去我以前上班的海关遐，才知影。以前出代志的时阵，被人抓去去关的，有诶到即摆还未放出来。剩落来的人，毋是退休，就是搬厝走去啊。我知影，我要互你一个交代，但是我真正毋知影要安怎讲，要从倒位开始讲。即摆的代志，以前的代志，所有的代志，全部拢藏在我的头壳内底。我唔知道我要安怎甲恁讲，我家己的头壳即摆嘛足混乱的。好啦好啦，尊公你足混乱，但是阁有较重要的代志啊。我问你啦，你是要做朱志明，或者是要做高大生？陈主任，你是要我做朱志明？还是做高台生，这两个人拢是我呢。你安尼问我，你叫我安怎算啊？妈，最近发生小侪代志，你要整理一下，莫甲逼啊。好啦，莫甲你逼啦。但是你要整偌久？一年、五年，或者是十年？啊！那十年过咧，你变哪拍算？唔管你是要做朱志明，还是要做高材生啦，我所质疑的代志吼，就是干那阮洪娇的人生啦。恁两个感情是要安那拍算？是要切切咧，或者是要阁继续行咧？妈，你不是讲莫甲人爬，即摆甲人爬到讲袂出话，你是安那啦？好啦。安尼，我再问你一遍，你跟洪娇仔的代志到底是要安怎？无啊，伊今日下晡有讲过，伊要继续做朱志明，安尼你敢有愿意？你无听到伊拄只安那甲我回答的哦？好啦，就算伊要做朱志明啦，嘛爱家己心甘情愿的啊！爱这么头壳已经哦乱七八糟，我要安怎做决定啦？好啦，我安尼甲你讲哦，是咧甲你斗下手的。我嘛知影这个代志。谁都不愿意发生，但是已经发生啊！
发生问题就爱解决问题，唔是爱逃避，袂用个逃避啦。安尼后摆你才袂后悔。陈主任，真感谢今仔日阮无伫个时间，你辛苦咧煮菜，多谢。我吃饱，啊，恁两个慢慢吃。我出去外口行行，等你就回来。我陪你去啦。不免啦。你今仔日陪我，规天咧街行行行去，应该就忝的。你等厝休困啦，陪珍珠姨好好吃一碗饭。我就知影这款代志吼，早晚会发生啦。一个人已经失去记忆，要哪有可能安尼汹涌，阁变作另外一个人？哼，只是正拄啊好，即摆就开始啊。对啦，你上敖啦，你上厉害，你啥物拢捌啦，即摆甲人赶走，你满意啊吼？我若无对伊较残忍一点吼。后摆我的查某囝会后悔、会痛苦啦，你家己嘛知影。啊，这个代志若无解决吼，对咱只是浪费时间呢。母啊，找到这个姊妹了，咱不是欢欢喜过六冬的日子？伊对我外好，你嘛有看到啊？我相信，我相信伊会继续陪我行落去嘛。我嘛希望姊妹会当给我一个准确的答案。看恁两个人是要继续行下落去，还是要切切的？若要切切的，爱量早。啊，如果伊若要跟你继续行下落去，安尼我就会答应，答应恁两个去登记结婚。有啊，你是我的乖查某囝。阿母出任何代志，拢是为着你啦，知无？是哦，啊！消失在人世间的人，突然间出现在眼前。是啊，我想袂到，阁有机会当见到台生，这一切亲像咧做梦共款。对啦，我袂记甲恁讲，台生即卖叫做朱志明，伫咧飞燕化工做搬运工。恁敢有看见啊？你看哦，你一个大头家啦，啊我哦一看就知影，啊无读什么册啦。咱无可能熟识啦。哦，无怪迄个时阵，我就感觉这个人真面熟，想袂到就是台生。阿志成，啊，你以前看过高台生，啊，是安那？你无马上发现伊的身份啊？妈，我见过高台生，那是几廿年前伫美林高中毕业时阵的代志，而且经过这么侪年，伊嘛甚至无共款啊，我变哪认得出来啊？美玲，啊，你即马有啥物想法？我嘛唔知影啦，啊，我即马心情足乱的，有淡薄欢喜是因为台生佫活的，啊，不过有淡薄艰苦是因为我无甲伊的厝顾得好，啊，即马等伊转来，这一切都变作无共款啦。安尼哦。志成，你是安怎？听你安尼讲的时阵，我特别想讲哦，你敢会甲台生发生这个代志，拢搁担伫你的身躯顶，感觉所有代志拢是你的责任。果然啊，确实甲我想的一模一样，你又搁安尼啊，这是你的吼、
老毛病啊，你要赶紧改改。啊，敢真正是安尼尔？啊，是你在烦恼美玲甲台生的感情？志成，你真正想想这啊？我甲台生早都结束啊，啊，即马你有我，啊，台生身躯边有凤娇，你嘛搁乌白乱想啊？啊，不过台生雄雄离开，我无替伊甲厝顾好，即马想想的，卡所以若是怪我，我嘛只会当接受啦。美玲啊，你当初迄个状况哦，你已经尽力了啦。安娜。还是都用唔到，我嘛唔知要安怎讲。我感觉代志无遮尔单纯，以我对台生的了解，我咧想应该是咧勉强家己啦。安怎讲啊？你家己想啊。啊，一个人失去所有的记忆，真无简单。只要豆豆醒，即卖生活，啊，佫雄雄恢复记忆，假使是我，我嘛无法度接受啦。啊，不过。我今日甲台生开讲过，我发现伊一点仔拢无变，所以我咧想，一定是咧隐瞒家己的心情，勉强讲无问题。我真正不忍心放伊一个人啦。伊毋是一个人，伊佮有凤娇伫个，敢毋是？顶以前的代志拢已经是过去啊，过去的代志就莫佮去想啊，莫去交代人的生活。话安尼讲是无唔对啦。啊，不过台生若是甲过去无都做一个结束，那安尼，伊要安怎面对未来，面对凤娇啊？你即摆身躯边有我，啊，佮有妈，佮有福神。啊，不过台生的身躯边，妈已经过身啊，啊弟弟佮无伫咧台湾，我是伊唯一甲过去有连结的人，所以我有即个义务，甲台生甲凤娇斗相共。让因渡过这边难关呐！我知啊，你真无法度接受我甲前夫斗相共，啊，不过即马是特殊状况，我希望你会当同意。我唔答应，你敢会听？那呢？你就是答应啦。同意是同意，也唔过有一个但书。就是你去甲台生见面的时阵，我拢爱伫你的身躯边。好啊。哎，志成啊，我看你是伫假醋吧？这毋是假醋嘞，这是咧捍卫哦，即马现任丈夫的权利。听到无？遵命。你倒茶缸啦。好，喝啊。嗯。嘿，你拢大人大正啊，过会甲我使哪样？现在袂使。我到即马吼，还阁无法度相信，当初你毕业典礼，我是在迄个台春大哥，后来变成你的红婿。莫讲是你啦，我嘛想袂到我会嫁予伊。迄个时阵吼，我早就应该爱伊着啦，因为我请伊替我翕相时阵，翕出来相片我毋是一般的面，就是乌沙沙啦。迄个时阵我早就应该爱伊着啦。啊，不过我会记诶，你摕我相片拢足水诶，足好看诶。当然啦，迄拢是见过的，你都无发现哦，敢若有大合照还在叫我。对。我竟然吼无发现台生大哥伫咧飞燕做堂课，一模一样的面，我竟然都无发觉。你的意思是讲，若是你发现啊，你就会。我就会甲伊调去上远的部门，以防夜长梦多。无聊，你才不是这种人嘞。唉，讲实在的啦，我实在是应该吼找台生大哥好好讲一下，安尼我才会放心。好啦，啊，不过我唔是已经答应你要让你全程参与，阁有啥物袂放心？敢讲你即马咧食醋，
想要让台生大哥来一个下马威，宣示主权，不是，应该是讲捍卫。哎，这无嘞，老公陪老婆本来就是天经地义啊，搁再讲你已经是我的某啊，来盖章。你真无聊呢。盖章，公司章。小崔。私人章。小崔。哎。爱去啊！你等下我去哦、喔。我知啦。唔，骨力遐济。吃饭啊！我煮的饭甲菜吼，唔通阁留哦，啊，爱食完哦。你前两天拢无啥食，你是数空气就会饱哟。对啦，紧请啦，来啦。妈有甲咱讲啊，讲咱做主食的吼，对食物啊，爱就感谢，爱食了了啦。你带我去外口散步遐久哦，应该有运动着，紧吃啦，补起来。志明，志明，啊，你是安那那无印象啊？只要塔克甲罗平安两个人有爸仔囝的关系在嘞，咱只要利用这点，就用把所有的代志拢塞给塔克，也够有威的。美玲的情况出现了，刚刚是。七月半还袂到，什么鬼？我是想要甲伊讲，假使想要找一个对象讨论以前的代志，会当找我啦。我真愿意甲伊斗相共。啊，你甲伊用替我讲一声。我搬转来啦。安尼就较侪时间会当陪你，甲照顾阿妈。我哈喽！妈呀！你是安怎样啦？你是身体无爽快哦，还是讲你有发生什么代志？你要离开台湾？无你是好阿妹啊！我真的跟……阿娇，洪娇啊，洪娇，紧叫救护车啦，紧啦！其实哦，我即摆心情足复杂，我到即摆哦，阁无法度接受啦。你甲凤娇若真正有需要。你随时会用加开嘴。啊，烧酒一杯一杯，敬无缘的人。我的感情一段一段，死到着相共。啊，人生目一个字，路无缘缘。幸福就是你的手有人来牵。了爱送，唔通来暗藏。有心就勇敢，追求你的人。春夏过秋冬，幸福袂等人。有爱的人，你敢是我欲找人？有心无底藏，苦中是憨人。青春无归档，漂泊过轻松。有爱的人，你真少听我的哭丧。